他谁啊？借我衣服用几分钟。李乔的男朋友。你好，大哥。顾医生这个人怎么给你形容他呢？极度的正经。又是你。我拍一下我的检查报告。刻板。以后不要再练琴了，知不知道？你练琴真的很难听。伸手。干嘛？需要消毒。还真是谢谢顾医生了呢。这样比较干净。洁癖狂。这个顾医生绝对不能信，他就是一个小白脸。你什么时候有空啊？明天没空，什么时候有空？这么多明显的迹象，你一点都没有觉得不对劲儿？他怎么就遇上你这么一个迟钝到死的傻姑娘呢？你是说顾医生喜欢我？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？要是有这么一个人这样惯着我就好。你喜欢笑笑姐姐？瞎说，难道不是你先喜欢上我的吗？谈恋爱呢，有谈恋爱的谈法。按我说的做，我保证一击必杀。那我这次一定要一雪前耻。横冲直撞是你，临阵脱逃也是你。我以为你对我会跟对别人不一样。你在我眼里怎么样都很可爱。你有没有很想去的地方？只要你想去的地方，我都想去。林之校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